请问你的手哪里不舒服？大拇指这里酸酸的，内侧这边啊，对，酸酸的。就是这很大块这边。OK，好，那我们调看看哦。好，感受看看。要松掉了，松掉。不会痛，完全吗？9.5层。9.5层，剩0.5，那就给它休息咯，好，再回诊就好了。OK，好。请问我刚花了多少时间？1分钟。1分钟，好，谢谢。